可以听得到。啊，今天的节目是以读取的方式呈现，而且进行的很快，大家要有耐心的，要不然就很快就散过去了。歌曲也很多，都零零碎碎的，都是把它组合起来。只要目的都是让大家能够欢乐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，虽然下着毛毛的细雨，天空也是很壮美。大家就开始，还没有入座的可以慢慢入座，还没安静的也可以慢慢的可以安静一下。我们的节目很快就可以开始，在进行第一首歌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个开场。